吗？你比得开劳力士男大姐？我们论背，以他今年现在的的成就啊，可以叫到我飞沙大姐是我的荣幸。哎，慢慢讲，你安尼讲得当没有酸酸的，叫我。我有冇真荣幸？得不啦啦。还叫到我老老嘞。哎，其实我跟飞沙西边很有感情。以前我们在跑台的时候，一直排队排在一起。啊，你别讲排队啦，你别讲排队啦，全新加坡上排队上超都是红绿了啦。哎呦，特别叫人让位，让慢让位个不要紧哦，个骗人讲阿乌个位，咱让我了，家己唱，唱来很糟了啊。后尾讲声我我都让位。对。那以前的歌台真的是谁先抢谁先到。几年了，在歌台几年了？哇，30多年了。哇，哎，我四十年啦。对。起码我们站在舞台上的艺人都是超过20年。对呀、啊。超过了，超过了。我觉得他唱珍妮的歌曲很棒。还可以。我真的有一首，我觉得他唱的非常好，还是上吗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对对对对。你有啊？哎，这首歌今天有没有写啊？今天没有唱，什么歌？海誓山盟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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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珍惜啊，珍惜啊！一定要不要来试一下？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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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啊！哎，王雷大哥喜欢听你的这首歌啦。没有，喂，老魏。啊，你是丢打球的？为什么你唱了我，我很想打你？哎，我从来没叫华哥过来，刚才那片 PPT， 有史以来我第一次唱。你唱什么？你唱华语歌啊！我第一次唱华语歌。刚才你有唱华语歌没？我亚洲，我唱那首，我唱什么歌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小丑。哇，小丑不简单，小丑。这样子哦，可以啦，他可以，他可以。他可以啦，这首歌唱出了他在歌台这几十年的心声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他唱小丑这首歌很高端，因为他西北丑闻。来啊，带来第。我说我没讲，我讲。佩莎小姐第一首歌要带来什么歌啊？就变佩莎小姐这样。好礼貌，不变，一定要有礼貌。没有，我这我这真点嘛，真紧哦，防堵着堵着。没啦没啦，放下来，哎，百毒不侵啊你。来来来，好，好，那我先啊，祝我们的寿星寿星宝，林老太太，对林老太太哈，这样祝你呢身体健康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梁山，想什么有什么，是啊，子孙一直传下去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传承下去。那今天能够有这机会来到此地呢，也要感谢我们陈国华先生，陈国华就是那金星的老爹，还有你的好朋友黄文啊，很多很多都熟悉了，来，帮他快报，谢谢啊。那在这里呢，祝台下所有的贵宾、所有的嘉宾度过一个晚间的时刻，哎，好，挂了。第一首歌为你安排首怀旧经典金曲，由我们的大班弹这首歌，一定肯定很好听。什么歌？几度化落雪。哇，好惊艳！来听听看我的琵琶。外面小姐
持，也感谢我们的大班大乐队，谢谢。